不论粗细，装叉不论岁数，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过年也不休息，每一天都在给大家更新，教大家最好、最科学、最完善的羽毛球技术。今天初二啊，祝大家虎年大吉，球技进步。初二我们也没有休息啊，我也在陪大家训练。如果你经常打羽毛球，你就知道往前用的最多的一定是挑球跟挡网小球这两个技术动作，你要做成一模一样啊，你才对对方有要求，别人分不清，这才是最厉害的往前技术。那么今天的教学就教大家往前的技术如何练得一致。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动作做到最一致，让对方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那错误动作第一个，左手打开就会缩短你的移动和击打面积，并且会影响你打完球之后的回动速度，所以呢我们左手是一定要打开的。第二个呢，在放网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我的手臂是在用力，当我快接触到球的时候，因为我特别想把这球放好，所以说手臂会加入代偿的发力，就会让这个球放得特别远。然后挑球常见的错误动作就是抡大臂，很多人抡大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抡了大臂之后才能把这个球挑得又高又远，那这样挑球跟你的放网它就失去了一致性。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反拍训练一定要一致，在没出球之前根本就让对方分不清你要做什么。如果你非要借力，那我们来做一个绕圆的借力。你绕圆的借力，绕圆的放网，它这两个动作你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像，就是你在绕圆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时间余光可以去看到对方的位置，他敢上我绕圆完发力挑，他不动，哎，放网让对方起球，我就可以获得进攻机会。所以说如果你是刚学球的，你们去绕圆的放网和挑球，因为这个动作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用动作一致性的往前技术。最好检验自己的方法就是你挑一个放一个，然后呢你拿个手机在边上录像，你看你自己录视频的你都不知道你要挑球还是放网，那你这个就做得很一致了。那我们把这个做好之后，我们可以把绕圆也去掉，就直接去来做收勺打多，动作就会更加一致，也是现在高水平的运动员里面会用的比较多的。我伸出来我收一点点，你动不动，你动，哎，我是挑你，你不动，哎，我收勺打放网，你做的选择会更多一些。那最高级的就是收放自如了，你可以根据你给对方下的套路以及你整场比赛的表现去打乱别人的节奏，但是在你收放自如和动作不固定的情况之下，你之前的这些收勺打多啊，包括绕圆一定要非常熟练，这样你的反拍往前的挑球和放网一定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今天用的球拍，这是我们旗舰产品 3.5U 的绿金的锤子9，卖的特别多，售价是499，在我的微享程序还淘宝店铺国语严选都可以直接下单，包线包邮包手交，45天无理由退换。今天大年初二我没有休息，因为我想对我们学院的每个学员负责，和各位在一起也非常开心，这也是我这些年过年来说最开心的一个年。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成为我的好友，把你们打的视频发给我，我期待和各位都能成为好友。